其实已经赢过了啊，我也很幸运，我能够第一次参加街舞这个节目之后就赢了。第二次参加的话，听说了有很多国外的高手来关注的，像 Gogo Brother 啊，还有 Lian Bush 啊，都是小时候学 Lucky 看他们视频的。这次步步带过来的法国的那些人都很厉害 ，Rashka 还有 Nielsen， 对，还有 Zico。还是以学习为目的吧，可以学到一些东西。其实我是从小还是挺喜欢 Lucky 的，但是只不过小时候的学习的环境没有那么的丰富，没有那么好的老师，没有那么好的机会。其实小时候是学了有一个暑假多的，很喜欢 Funky Style， 因为觉得听起来跳起来都很舒服很开心的那种感觉，就是 Turn 啊，然后 Point， 然后一些动作组合在一起来就是变成了一个舞蹈嘛，所以教我跳什么我都可以跳，挺喜欢 Lucky 的，所以说想跳。就是一个以平常心的心态然后来参赛，然后可以交流，可以学习，然后可以跳舞的这样一个心态吧。这世界很酷。